哎呀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再喝连钱带人都是潘长江的了，这是。这个作品呢，小波前面这个演醉鬼演得很精彩，叶子一杠二，前面那一番啊，和后边那一番合不上牙，体现在哪儿呢？前面那个兄弟过到那边去，给你带来的震撼，远远没有媳妇要另嫁人震撼大。似乎后一番才把你敲醒，前一番无动于衷。我倒觉得可以一赶二赶成什么呢？赶成过去和现在两种时态。叶子就是你老婆，前一番你做梦呢，梦着你老婆怎么支持你喝酒，不管你喝酒，还你喝的这个高兴，喝的嗨。到后一番第二个梦，你死了，老婆在祭奠你。这可能在形式内容上就变得非常统一了，否则我们感觉这重色轻友啊。那个有人过去了，对你没有什么震撼呢，是不是？后边这老婆一说，而且老婆给你带来震撼，也不是说你死了带来的震撼，而是老婆改嫁给潘长江了，你感到受到了巨大的侮辱。谢谢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啊。